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ght 陆可然，请大家多多关注 So Cosmo。现在的减肥方式就是少食多餐，然后吃水果，比如说黄瓜。舞台中的话，其实每一次舞台中我都是有一点不同的小巧思吧，都很满意，都很喜欢。最想吃南京的其实是小馄饨，然后比如说家里面家人烧的饭菜啊，其实都很想吃。如果你来南京旅游的话，我建议可以就是白天可以去逛逛夫子庙，爬爬中山陵，然后晚上其实可以夜游秦淮河，对，非常不错的，一定要听。大概前前后后有半个月吧。其实中间修改了有很多次，然后也和一些就是朋友就是交流嘛，比如说乃万啊，或者是谢可英，他们就是会教我一些他们平时写词的一些技巧。其实我一般和朋友聚会的话，就是一般都在家，如果真去 KTV 的话，我也是坐在那不唱歌的那种人，就从头到尾都是在玩手机的。写日记现在就是不会手写，会写在备忘录里面，但是每个月的话我会坚持的手写信给粉丝。新年应该和成员们一起吧，应该是工作，我觉得。其实今天这套穿搭的亮点我觉得是里面这件红色的哆啦 A 梦和 GUCCI 的联名系列，还有手上这个手机包，非常的可爱，而且是红色，非常适合新年新气象。水晶粉丝五谷鸭掌腰花，新目标买房，有时间的话我会拍的。发型其实我想留长一点，但是也不要太长。发色的话，我觉得我基本都尝试过了。刚刚我看了一下我的微博上全是生图，我现在想哭，还是修一修吧。大家没有，都有，我都是，就自拍很丑，基本上就是把手机横着拍，我不嗲。